写的那么清楚了，还需要我解释什么？挪用公款，指使夏明月按在外另起炉灶，和竞争对手频繁来往，抬高标价。黄色快，很好啊！彼此彼此嘛，叔叔。我跟你父亲是亲兄弟，你父亲死了以后，我一直把你当亲儿子，你为什么要联合外人来算计我呢？ 亏了您还记得，我父亲和您是亲兄弟，这么多年了，我鞍前马后，劳心劳力到现在，我还只是个总经理。您说您拿我当亲儿子，您有重用过我吗？你能胜任的项目，我都交给你做了。那叔叔您的意思，是我的能力不够。 那我那个不上墙的烂泥表哥呢？你古城开发这么重要的项目，你凭什么交给他？还真是厚此薄彼啊，叔叔。这么多年了，不想让你们父子俩当牛做马。这次我就要你睁大眼睛看看，什么叫做被人踩在脚下。你，哦，哦。 你说你没有偷我们秘方，那这个笔记本怎么回事？啊，什么意思？你偷我们配方自己加工是不是？啊，今天这事儿没得谈。没完！两位老板，笔记本的事情我可以解释，里面有误会，但是你们也去厨房看到了，我们并没有加工小吃啊。谁说没有？哎，你放过来，衣服很贵的。站好了啊！捉奸要捉双，捉贼要捉赃。 这是食品加工厂加工出来的核桃素，这小子一直在签收，这是我们家的房子，我一尝就知道。放手！搞的什么事儿？我们什么时候加工小吃了？我怎么知道？静静，我不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吗？以后我们有自己配方，有了自己的生产线，不要再靠这些乡巴佬了。哎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你冷静！冷静！ 喂，说什么？我爸怎么了？